中间开始。哎，中间一点过来，来麻烦小珍。好，小珍本身就是 Open 真空货币调理机的爱用者哦，稍后也要赶快来问他一下健康饮食的秘诀。好，中间的后方也有好多肾肌了吗？之前曾经有一度不小心健康亮了红灯，对，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但是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一洗，还敢穿白色的洋装哎、欸？是啊，是不是？太美了！赶快跟大家说一下，你是靠很有毅力的健康运动，运动跟饮食，饮食上面有调整。因为我觉得饮食真的是占90%，对，比较严格啦。一般外面大概会有大概70%的扣打，但是我觉得不在90%，因为饮食真的很重要。我想健康吃，对，我想问一下，因为半年之内就瘦了40公斤之多，哎，这个饮食上面的调整怎么做到的？饮食上面调整，就比如说像我以前可以一天啊三个便当一定是正常的嘛，就三餐嘛一个便当，可是我现在一个便当能只会吃掉1/3，是，然后就会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再吃淀粉这样子。哦，有顺序的。对，有顺序。那很多东西都要戒掉啦，比如说这个加工食品啊，嗯，对。然后这食物就是吃它的原型，没错。那淀粉大家很觉得很可怕，可是其实淀粉也要摄取，尤其在健身运动的人。但是淀粉就是要挑好的淀粉，就是全自然淀粉。是，对啊。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了这台调理机，对我来说方便很多，因为我觉得早上起来打一个健康的饮品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早上起来其实我不喜欢吃，讲真的，台湾很多早餐店都很油。对啊，太油了，一吃下去整天精神都没了。对，找不到很健康的东西，那我宁可在家里自己的花个2分半的时间，然后打一杯很好喝的果汁，或是打浓稠一点很有饱足感。嗯，对啊，然后我觉得早上，因为你前一天已经10几个小时都没睡觉，你早上的那一餐很重要，因为不要影响血糖太多。没错，对，所以你打什么就很重要。哦，我觉得你的观念是真的很正确，不会像有些人要教大家不吃淀粉，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你有在健身，嗯、对对对。然后以前可能还会喝一些手摇饮，对不对？嗯、但也都戒掉了，自从有了 Ozen， 还是会的偷偷的。但是没关系，因为 Ozen 帮你，所以现在就不用害怕。是，我觉得赶快先跟大家聊一下，你在家里拥有了 Ozen 之后啊，就拿了，我今天就扛了这一台，我说哇，这台什么也太漂亮了，因为我对任何玫瑰粉红金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招架，没抵抗力，对，又有上有下。然后呢，我就看到它这一条，就觉得哇，它太神奇了。因为果汁机讲实在话，它比一般果汁机大台，是。但有原因，因为它有真空的功能在里面。对。然后我就想说，打了一个果汁，到底为什么要真空？为什么？后来呢，我们那一天就在家里，因为我现在有个 YouTube 的节目，有时候都会在家里录影嘛。对。那我们录影一录就是2-3个小时。然后那一天，我们的经纪人来就说，哎，那我们今天来试打。我说好啊，你就打。我们那天打芭乐，然后跟凤梨。哎，芭乐还不好打哎，因为芭乐有籽。没错，芭乐我们还没去，然后呢，就整颗它也很豪迈的就剖一半，然后芭乐就丢进去这样，然后呢打完之后出来，哎，我就觉得它很神奇，因为它打出来的色泽跟颜色跟绵密度是跟一般果汁机打出来是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刚才有讲它的营养跟它的色相都还保持住了，为什么？因为真空。对，然后就完全不一样，就打了之后，哎，我也就喝了一口，觉得哎这个口感很不一样。已经让我很惊艳了，然后我就放在那边，我就开始录影啊，忙忙忙，忙了之后就哎，对我还有一杯果汁还没喝完，嗯，那我就想说应该是不能喝了嘛，因为2-3个小时，一般都觉得果汁就是10分钟之内要赶快吞进去啦，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看着那杯，哎，怎么还是依然的翠绿，因为打芭乐，对，然后就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讲说，哇，这台一定会中，因为这台太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营养跟健康的概念，然后又很符合忙碌的人。没错，你有时候一杯真的打在那边，然后忙一忙去化个妆。以前我早上起来打那个蛋白质香蕉啊，真的不到5分钟就氧化，要喝还不喝，还不敢喝，对不对？对。但我觉得现在有了它之后，真的对我来说方便很多。所以小珍产地直送现打的，对不对？对啊，我就觉得它真的太神奇。那因为它真的绵密的口感是，你不会相信它是果汁。然后我就觉得，哎，水果就是要喝这样子，你才能够保持到它的这个鲜甜度跟它原本的这个纤维。嗯，对啊，要不然其实一下就一般的那个果汁机打完，整个都氧化。没错，被你讲的，我又好想再来喝一杯哦，因为其实刚才记者会之前我也偷喝了好多杯。对啊，我们刚刚在后面也喝了好多杯，我们的造型师一喝来说，哎，这喝起来真的不一样。他说你以后都会赶快去你家，只敢用 Ozen 了。对，其他都觉得啊，那个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色泽也不漂亮，不 OK。
好，今天台湾的爱用者小珍现身说法，稍后他还会现场打夏日的轻盈能量饮，请大家来亲自品尝哦。好，谢谢喽，谢谢我们周边，谢谢。跟玫瑰粉晶七型搭配的非常漂亮。好，单位我麻烦一样中间先开始哦。小珍又会再搬一台回家了。好，中间麻烦。好，后方摄影机还有照相机。中间前面那一张，谢谢。